台北市花莲县同乡会暨同德兴狮子会、金湛狮子会到凤林镇公所颁发奖助学金，总共有46位凤林学子受惠，而颁发金额达到10万元。镇长萧文龙表示非常感谢，也期许同学们将来事业有成，也可以加入花莲县同乡会，让善的循环持续不断。台北市花莲县同乡会理事长许树勋表示，这次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凤林镇颁发奖助学金，感到非常开心，也对于凤林镇文风鼎盛、人才辈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希望明年还能够再次来到凤林镇鼓励学子。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在凤林镇呢？因为我的里监事里面好多都是凤林镇的啊，今天办办社务就叫人来，都不会来。说起凤林啊，真的凤林镇这边哦，杰出人才哦非常多，在台那个教育部长啊，那个防疫那个什么什么长啊，都是那个凤林人的，所以凤林这边好像有点书香子弟，人才杰出的一个地方。镇长萧文龙也表示，这次台北市花莲县同乡会到凤林颁发奖助学金，非常感谢花莲县同乡会与德兴狮子会、金湛狮子会的爱心。同乡会会员呢，在西部都有赚点钱了，把多余的钱呢，多少呢来资助呢我们偏乡，尤其是我们花莲这个地方呢，的小朋友，使我们呢相当的感动哦。我想小朋友呢。大家今天可以看到哦，我们花莲人在外面赚钱呢，都会想到我们故乡的小朋友哦，大家辛苦，所以改天呢，你们学业学成的话呢，长大呢，要是有那个余力，有那个能力呢，不用多久呢，也是有能力赚钱，所以有赚钱的时候呢，要想到故乡。镇长也期许现场受奖的国中小学同学饮水思源，将来出社会事业有成，别忘了加入花莲县同乡会，出钱出力，让这场善的循环能够延绵不绝，持续下去。记者林杰，凤林镇采访报道。